吃麻辣小龙虾。刚刚没忍住啊，这边我已经吃了好几个了。这是今年的新虾，吃到嘴里面那个新鲜的虾黄的香味啊。我们家现在龙虾尾，然后龙虾都在卖，现在正是季节。然后呢，今天再给大家上架这种整只的小龙虾啊，你们可以就跟去那个龙虾店里吃的是一样的，超级好，全部都是活虾做的啊。我拆开给大家看看啊，这一包呢是750克，有两种口味，一个是香辣的，还有一个是蒜蓉的。拆开看看啊，后面是厂家的所有信息啊，真空包装。虾黄都能够看得到的虾黄，这是冰冻好的，哇塞，真的超级超级好吃啊，朋友们，超级强烈推荐，我一说到流口水。是99块钱这样的两盒，每盒750克，看看，哇塞，再来杯啤酒，个头大概是750克，大概是23-24只左右。这个呢就方便，收到货之后啊，直接热一下就能吃了。有一种犯罪感，呵呵，不吃头我老是感觉太浪费了，太浪费了。哇，开始大手，贼好吃，全部都是活虾做的这个。带黄的，样，肉鲜嫩 Q 弹，99块钱这样的两盒，一盒香辣的，一盒蒜蓉的啊，喜欢吃的朋友啊，千万别错过了，超好。而且这个小龙虾的个头都很大，看看，哇哦，太美味了。